但是每年春节必备环节。你记得去年做了什么吗？去年啥也没做。去年玩了一个。玩了啥呀？出锅热。那这是今年的，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年终总结的环节，这是今年的一个牵头。哇哦！让我来敲一个吧。除了第二张 EP 歌曲外，2023年还发布了几支单曲。第二张 EP， 有啊，之前有两首，然后再加 B， 三支，还没还呀？错。怎么了？就错啊。还有哪个？你先说一下你刚才说的哪两个，两个 OST， 然后还有白星啊。错。怎么了？错。还有啥呀？海洋，你来说。这题留给你了，我不回答。你不知道，你可以求助别人啊。我只有三次朝外求助，你可以求助别人呀、啊。然后我问你啊。Come on， 快，走。还有一首是什么？就要问他。也不是去年啊。是去年。那你没说广告曲也算呀？特意给你提 OST 了，广告曲算。广告曲没说。我怕你把 OST 忘了，我才提的。没说广告。那也是单曲。没有说广告曲，那是带有商业性质的，那是广告曲，可没说。我算得很严谨。那就算你呗。对啊。好，下一题。2023年一共去了几个国家，中国除外，分别是。看，太了解这个套路了，我把中国给拿了。西班牙、新西兰。哎，怎么没有两个？最少的就是三个，还去哪儿了？怎么就记得这两个？韩国，三个 A， 确定吗？确定。错。为啥呀？还有泰国。记错了。我以为你会忘记韩国，因为这个太早了。记错了。说一下吧，这几个地方。这几个地方都很美，很好玩。那你未来还想去哪个国家呢？我未来还想去。就待在国内挺好的。好，这样吧，海洋，你帮我抽一个。你这都十二题都得回答完。我看你抽了什么题。你抽。我看看他这个手气好不好。坠落在无垠浩瀚的发行日期是 A 七月六号。天哪，太感让人感动了。为什么能记住呢？排除法。为什么排除了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我没见过这个日期啊。我就不该问。对，这是上一周发的日期。哎，海洋，这手真好，来，你再来，再抽一个，再抽一个。有我们之前在哪个卫视播出 ？C 浙江卫视。海洋，你这手太好了，继续吧。御风少年哪个活动没参加？骑行 B。为啥没参加？为啥？你去打球了。哦，对，我去打球了。对，那不都看见了吗？这不让你回忆吗？那你自己这题目大家不都？北京新歌手唱会，李谷和一起和你合唱了哪首歌？遇见你。啊，遇见你。错。嗯？没有吗？一起合唱了这一天。对，这一天。错了，这题。没错。错了。是不是你？那你别跟我说呀，那你要等我最终确定之后你才说啊。我还没确定答案是不是，我说 A， 不应该，应该不是 A。哎 ，B， 你要等我确定，我说确定就是这个。
你去年也是这么耍的嘞，一年过去了。音乐剧《唐朝诡事录之曼陀罗》首演城市是地重庆。确定吗？确定，非常的确定了。你今年记性好像比去年有了一些长进。穆桂山首唱是在哪个活动中？A 2023那个曲江那个，对。天哪，你今年记性长进了不少。逃出来。你像哪座城市2023年没有去过？长脑子了，哎呀！我山去过 ，B， 苏州没去过。佛山去干嘛了？佛山去那个学无影脚，然后海口去电影节。不是，海口不是电影节吗？哦，那三亚是吗？错了，但是我答对了。那你记不记得海口干嘛了？海口。海口那个音乐节，你笑啥呀？海口音乐节，哪有音乐节在海口？海口那个，海口啥呀？然后还去了两次，不是去那个吗？我不说了吗？电影节啊，三亚。海口干嘛去了？哎呀，好好脑子疼。哎呀，海口干嘛去了？我还有干嘛去了？给你个机会，这不是提问环节了，这可以回答了。唱歌是吗？兰蔻吗？兰蔻，对。还有一个，还有拍的小嘴那个是那一瞬间。哪个？你困吗？吧。Bobby Brown。Bobby Brown 是干嘛的？直播。下一个啊。2023年生日一共吃了多少蛋糕？这里没有，我一个没吃。问题是吃了多少蛋糕？你吃了？吃了哪个？吃。有一个你绝对吃了。吃了。有一个我们买的那个你吃了。你吃了两个，还有那天晚上结束了之后那个红的，我们在房间也吃了，还有那个小狗的你也吃了。那个小狗的直播的，小狗的是什么？就是澳门那狗头的。那不就是你们买那个吗？但是第二天正日那天我们还买了一个红色的，然后你也吃了。那两个这也没有啊。啊，想玩我啊？没有啊，这不是我的啊，没有。紫珍珠，杂志去了泰国哪个岛拍摄？苏梅岛，这能难倒我？总得放些简单的问题，怕输太惨。我现在才说错了一题哦，对吧？观众视觉短片中一共摆放多少把椅子？你来答这题。这题谁答不来？这题我说实话，觉得出题的人有一点那个，有一点那个，怎么说呢？没事找事儿了啊。不是啊，当时你特意说要这些椅子全挪到野家族演唱会上啊，你说按同等数量。我说几把椅子，我说我跟那个一样就差不多就行了。这几把椅子谁记得？那个阿泽来，库玛来说，库玛不记忆力好吗？我刚才答对这么多，得换别人。你答对哪个？就答对一个 Bobby Brown。 我还前面答对一个什么来着？前面答对啥？痛快通关啊！那你再答，我说你记忆好吗？那再来一个呗。几把椅子？有什么选择？还说吧。看看啊，敲九，拆一了八了，再有了九吧，九，我选九。确定吗？如果他答对了怎么样？你答对了怎么样？那个，他答对是他。他的队也是我队啊，我不场外求助吗？我还差一次呢，场外求助。那他错了呢？他那个库玛错了，但是库玛错了，那个就 wink 一下。多少？九。不九。确定吗？
不是，我场外求助，我这求助了，他是监视器。你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吗？我求助了，那他输了是他做惩罚，不是我。正确答案是你们俩，我听听。我觉得自己九吧。那你错了，你也得惩罚。他跟你一样。啊，他跟你要选九啊？但是他这我就选他们两个谁的答案，然后他们两个就是我这是场外求助的机会，就是如果有选他错了，那就他是接受惩罚；选他错了，他就接受惩罚。好，阿泽呢？阿泽选哪几个？忘了，在座的谁没忘？我昨天还特意去看了一下视频。那你就选八啊。正确答案是 C 九。哎，可以啊。那你俩接着惩罚吧。一共答对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题耶。总共几题啊？十二。那不手上还有？这不是，这是惩罚什么的？你那么想回答题目呀？没套难的，真的是。有没有难一点的题目啊？超过七十分就福利环节，三选二。惩罚环节是什么呀？也可以啊，你想要惩罚吗？是的。也有啊，那你各选一个也行。你帮我选一个福利的。一个福利，一个惩罚，你自己选吧，来吧。我选个福利。这福利，这惩罚。福利，他让你选完之后就让你做。不会。对。你帮我选一个，你手气好。签名拍立得，这个是惩罚是吗？这个是惩罚。惩罚你答不出来了呗。春节秀新厨艺，行，我只要我帮出小杨在。不在剧组吗？春节？春节好像在剧组。秀厨艺吧。那不可能。那不能给你们录出，那你可以下次补，反正这个厨艺那个。行，小杨在我就秀，小杨不在我就不秀。你仿佛在煮小杨。小杨是我的帮厨。来吧，拍立得。一。第三张是我和杨哥的合影，来，过来，快点，我需要他衬托我的美，那我也懒得拍了。我懒得拍了，除非小杨和我合影。摘口罩。这张是最帅的。那么高兴吗？有没有话想对拿到这张照片的粉丝说？赚到了，赚到了，超赚哦！祝大家龙年大吉，然后在新的一年里有新的面貌。 Happy New Year。